都能感受一下断绝关系也是挺好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首都给你来做一个社区的一个大学社会责任已经进行七年，每年我们做一个专门解决做法，那在社区社法我们有连结这个区公所来做很多的这个连结，包括这个社法的标准等等。那我们这边有那个教师呢，对社区的这个民众，开设各种不同的，像个养成班啊，或者是艺术班啊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由端午节这一个，也是感恩呢，尊师怀念的一个家族。我们餐饮系呢做了1000颗的粽子，那我们的收益系呢。做的推拿整体，那些都是老师请的这个师傅啊。那包括我们也是，我们刚才也去看望你们这个106岁的人瑞，非常健康、快乐、开朗，真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典范。那祝今天的这个活动很有趣，大家新年快乐，谢谢。非常感谢，很多谢谢，我就说感谢你啊。正雄科技大学一直很用心的在。经营这我们这些地方的这个关怀据点也好，在这个弱势族群的照顾也好，然后他教给我们学生的不只是所谓的学术专业，也教予学生这个道德的观念，这个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东西，然后用在我们一般的民众身上，好，谢谢大家，谢谢。我要感谢，先感谢政府对政府来推动咱这个社区关怀计划，预祝啦，咱今仔的大会顺利圆满，感谢大家。